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亮。那今天呢，这个时间点啊，已经放假了，但是我没有办法回北京啊。我如果没有这个肺炎疫情的话呢，我可能现在这个时候就可能见到我的女儿，见到我的老婆，见到我父母了。但是现在我还在香港，好想他们呀。现在下着一点小雨啊，但是不用打伞，这个感觉还是蛮舒服的，有一点点凉爽，一点湿润，还不错，走一下吧。家里打个电话吧。喂。哎，宝宝。爸爸好。哎，你好，我想你了。我也想你了，大哥。我这边放假了今天，但是我回不了北京，这边是封城了。哦。你刚上完课吗？嗯。你那边没有假，你就这一段时间好好上课，注意听讲啊。注意安全呀，戴好口罩。好，你们在那边也注意防护啊。好的。好，你挂了，拜拜。拜拜。